风太大了。你要坐过来吗？我感觉整个人被刮跑了。要不要坐过来？好。可能风这样吹会比较好一点。大家学学怎么谈恋爱吧，真的。两个很忧愁的人。他们俩吧，就算不说话，你也不会觉得尴尬。对，哦，他没有那种尴尬感。我是觉得他们等一下拍，我知道。太夸张了吧！有一种征服大海的感觉。我有一种被大海征服的感觉。船长，我们确定不会被翻下去吧？不会。真的哈。你知道就没有船，如果大家船都在这儿，就还安心很多。哇！哎呀，我从来没有这么大浪出过海，太没有安全感了。越来越近了。哎呀！就等这一刻。哇！我就不行。他拍了拍他，天哪！没事，很快就过了，很快就过了。你把自己固定住，对，把自己固定住。嘴角上扬，自己在那儿。啊！再这样下去，真的，这真的太狼狈了。从昨天狼狈到今天。没事，你桌子抓好，没问题的。还是美美的，还是美美的。哎呀，他真的，我跟你说，他真的太懂女生了。这种话你也说得出口？真的啊，只是说趴在桌子上而已，还是好看的 ，OK 的。哎呀，天有点害羞了，那种班长的感觉没了，大姐头的感觉越来越少了，小女孩的感觉哈。哇，荔枝应该觉得很好玩吧？对，我觉得荔枝应该觉得很好玩。对，还是约错的。没有，我就觉得你有你可爱的地方啦。啊。荔枝的冒险精神也不一定是，就是，对啊。那天提问我的是你吗？你知道了吧？太明显了。哎，我都觉得很明显，因为我讲话的方式。对。对。那不是，是我进去就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嗅觉比较发达。那你知道谁问你吗？我觉得你有在其中，因为我被两个人问。对，然后。我是先进去的，然后你是后进去的，我就更加确定刚才那个人是。因为那个味道的关系。对。香水暴露了自己。哎呀。哎，那你为什么想选我？你为什么想选我？你说我为什么想选你？人家在互相试探。其实觉得怎么讲？这样讲好，有点害羞。害羞。但我对于两个人之间的感觉，我是不会悲观的。就算是没有结婚，或者是没有什么东西作为前提的话，两个人在一起感觉对了，我觉得就是对了。那个东西是你没办法用有孩子啊或其他的东西去，你知道吗？去替代。Oh my god！ 我觉得他们对彼此是有意义的，这个是我觉得爱情里面最重要的部分。
大力哥，哎呀，偶像剧，偶像剧，《西游记》，《西游记》。每当我们特别甜的时候，大老师就让我们喝水，对，他就要破一下我们。我那时候在问你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你对关系的，就是害怕。嗯。因为你对你自己，譬如说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是你觉得你不值得被爱，可是不是的。不要哭啊！幸好有海风。对，幸好有海风。如果那肯定是要哭了。我小的时候就觉得，我喜欢的人，我就一定会得到他。但是三十多岁之后，你就会觉得没这个必要吧？我就不觉得，不论怎么样，感觉那个人值得就够了。值得你去冒一点险。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这些东西，我会不会怕会被拒绝呢？我觉得是会怕的，就是就像球员上场了，你会不会怕你今天表现不好？会的。但是一上场了以后，你就尽可能去把这件事做好，这样就够了。那结果会怎么样？美容会知道。我们都还是好朋友啦，对，这一点就已经很够了。所以我就不在意你会不会拒绝我。哦，Oh my god！ 哎呦，这一句一句的，我天，我要记下来。看看对面，哎呦喂！喂 ，Hello， 我是 David。啊。马上蹦蹦蹦蹦，王子闪亮，擦啦登场，可以吗？可以，好，很帅，我们到门口，这样子可以配得上您的气质吗？可以了，可以了，他们俩莫名的很配耶，真的配音，这套衣服很配耶，哎呀，哎呦，看我们这高端局多拿得出手，嗯。我也是这样，想说两个人去来这边结婚的，有点太正式了。两个很正式的人在海边这样。哇，瞧我们两个上来这一集结婚，吓我一跳！我说转眼就已经大变活人。哎，先生，这边就可以，这边就可以。好。对。你要系安全带吗？好，我帮你。哎呦，这不是电视剧的桥段吗？高田，高田。但是他的位置没有拿 对，应该要前面，他应该要前面的是谁？对，有一种拥抱的感觉。对。对，你朋友昨天跟我讲说，就是你的性格比较强势，所以跟你在一起的男生都有这种心理准备，这样。我想说怎么个强势法？你没有感觉到我的强势吗？我觉得你很可爱，我觉得你很可爱。哎呦，好吧。对，我觉得你很可爱，是因为就是当你表现出你可能人们看似比较强势的时候，对，我觉得那时候你是可爱的。嗯，因为你内心其实是温柔的人，这样。这个可以，我很强势啊，真的。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你很可爱，别人看我的点是在看我的强势，他就会觉得我强势的点可爱。反正看你好好怎么都对啊。嗯。他有讲到你另外一个特质，就是最近你为了朋友而出头。嗯嗯。我受委屈可以，我朋友受委屈不行。你很像我的奶奶。可以吗？可以。可以。哎呀。
很绅士。哇哦！哦，是户外的。哇哦！哎呀妈呀！等一下，你先不用拉了，因为已经很远了，感觉。可以吗？好，可以。OK。啊，这个就是我们站在别的弯的时候遥望到这边，然后但是永远没有来过这边的这个地方。哦，对对对对。你在别的弯应该会看到这三个建筑。嗯。我觉得你会比较喜欢女生穿成这样吗？我都喜欢。I know you told your friend you're not okay. And tell me what's wrong and why you never said you felt that way.Cause you're trying to stay strong and fake a smile until I look away. But I've known you too long, it hurts to watch your blue eyes fade to gray as you fade away. As you fade away.Yeah, I'm about to fade away. Cause every time I wake up, I feel like it's Monday. Something's going wrong with all the chemicals up in my brain. 感觉没有吃到太多海鲜。啊，所以他们刚才是下午茶是吧？嗯。所以他选的这个时间段是希望雅婷能够多睡一点，因为前天太晚了。嗯，好体贴。然后就是比较安静的。对。我要这样坐一下，要不然感觉对。这样坐哈。靠一下，哇，这个角度就好像躺在他旁边，有没有？对。你在干嘛？我没想脱掉这个。头发翘起来。拨一下就好。再给你垫在后面，再给你垫在后面。哎呀！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谢谢，也会比较好睡吧，我想。不用睡了，没关系。谢谢，哎呀，好贴心呀。就比较好吗？就比较好，就比较能靠下去。嗯，就是每一句都有反馈。哎呀，我的天啊！你往后躺再一次，去看看。他如果现在站在这边嘛，然后这样子呢？不是，他是那个哦，这样子控制那儿是。对，因为他刚刚好。谢谢。我得记笔记，我学到了好多。我也是，我也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 nice 的人，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没有女生可能会抗拒这种，就一个人这么的温柔这种东西。不好意思，我就直接剥虾都已经是常规操作了。别这样，他今天太真诚了，一直在照顾我。我觉得他们俩就是在比赛谁照顾谁照顾的多，就两个人都很会照顾。对，你都一直照顾大家，总要有人照顾一下你啊。哎呦，你听听这话说的。对对，现在的感觉是挺好的。那可能雅婷需要这些。嗯，是。哎，我觉得这种不敢动是不太可能的，真的，做成这个份上，真的不敢动太难了，这个感觉。今天就是电影画面，今天就真太电影桥段了吧？这种真的拍电影好吗？那怎么回事？这一段感觉爽吗？有点，还是很开心的，开心的。我注意到啊，你看你给我会夹一只比较大的蟹脚，然后你就转过来要吃小的，我就觉得你有点太会照顾人了。哎，这个都一样的肉。我是此刻最幸福的女孩，反正就不要尴尬就好了。有一种又让人觉得很喜悦又让人觉得很害羞的感觉。雅婷今天都不像雅婷了，雅婷就是上去可以大上去就开始对，完全变了。哦，他对着那个 T 恤，往心里去了。好好放起来。
真的偶像剧，真的。在干嘛呢？憋大招呢？哦，来了来了。什么东西啊？肯定又有一个大招。小薇，我是 David。好，等一下，等一下哦。嗯。怎么了？我有一个东西要送你。啊？因为你今天有送我一个礼物了嘛。怎么这么突然啊？哎呀妈呀！写了一首歌，真的假的？什么嘛？就是啊、我那时候我们在第一次张家界的时候，那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有聚在一起。那我不是有偷偷拍照嘛？你就想说我在拍什么，对不对？然后我就拍了你一张你的照片。第一次。第一次在张家界啊？干嘛？真的。然后呢，我就照那个照片呢，我就。画了一幅你的画，真的假的？画了一幅，我的天哪！你这是，哇，你这画的好像啊！哇，好强哦！他画的好好。哇塞！哦，嗯，谢谢！哎呀，你干嘛？你什么？画这画你干嘛写这些有的没的？写给你的一句话嘛。哎呀，谢谢。写的什么？他写的是什么呀？但你善良的心所散发出的光芒早已照亮了整片山河。你有说过就是像墨菲一样的、他们都好会写啊。不要哭，没什么好哭的 OK。 哦，太猛了。对啊，给你这份礼物、这份回礼够吗？够了，非常够。好了，我不让你尴尬，你赶快进去啊！好，谢谢。进去吧。谢谢你。哎呀，这深夜温暖什么？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哎呀，怎么会这样？David 吧，就特别知道那个度在哪儿，他很懂得这个节奏。